更多的新的朋友来加入我们棒棒糖，算是新的角色啦。That's right。那怎么样的参加法？就是他们这个 promo，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就评分了。两位手上也有叉叉跟圈圈，对不对？对。最高分的那个，就是 Channel D 会直接把他们拍的那个 promo 就当成哇，当成广告哦，就当成电影的预告一样，整个就是播。那假如画质很差怎么办？画质很差就不会进啊，就不会赢啊。对啊，还好我有用 DV 拍啊。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就要问我们 Leo 跟这个 Eason， 这个有救吗？画质烂的话，没救就是重拍，重拍入选以后再重拍这样。哦，入选以后再重拍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两位今天要瞪大你们的眼睛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我们 VIP 的粉丝们要给我们看看谁你们觉得拍的作品最好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就给他们一点掌声。来来来，马上就来欢迎第一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鲔鱼。各位想加入模范棒棒糖的新血们，注意了，你们不只要会唱歌，不只要会跳舞，不只要会搞笑，不只要有惊人的表现，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加入棒棒糖新血们，注意了，如果能三两一半的提供粉红糖的话，我就要服了你。呵呵，各位新血们，看到我们刚刚那惊人的演出了没？是不是着实吓了一跳？没错，要加入模范棒棒糖，就必须要具备这种惊人的实力。没错，我们等着你们来。详情请上武打看打 T W。怎么看一看有一种鼻头都发酸的感觉，好刺激啊！我们先来听听，好不好？伊森，你讲讲看，刚看完这段影片，你有什么问题想问这两位的吗？就是中间那一段那个橡皮射东西的那一段，对对对，我觉得那一段还蛮白痴，感觉好像要会射橡皮筋才能加入棒棒糖这种 feel， 对不对？这个灵感是来自自从我们才艺都被榨干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生一些很奇怪的才艺来补习，对对对，特殊才艺。那你那土拨鼠那个是自创，算是绝招了，我觉得。耶 ，Leo， 你有问题要问？我觉得还蛮酷的啊，因为他刚刚就是有些人不会用电脑那个做后置有字幕，然后他又直接写在纸上，用手动自己 key 有没有？对，自己 key 还蛮酷的。可是你说真的，观众看到这样子的跑步，他们真的会想要打电话进来报名吗？我来听听阿本觉得呢，刚就带子。我觉得他们帮棒棒糖门槛变很低，以后淘汰赛大家都塞凤梨啊，塞什么肉。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有种去香港表演就表演这个。阿本总算说句公道话了，要是先机哥喜欢这个表演，哎，改名叫做土拨哥，哎，大伙儿评评你，真的能听吗？真能看吗？这一段影片，弟弟们还有 Circus 也可以举牌，好不好？给他们多少的好就举圈，擦坏就举擦了，来，请举牌。好的，我们来统计一下。哦，大家也可以举了。哦，这也太长了。哎呀，这样很尴尬。十票还是第一组，还不错吧？还有十个人觉得你们还挺不错，是不是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好的，来两位，谢谢了，好不好？退下去。为了本堂终身大业，小玉不惜下海的努力。他的配合度非常高，对，那个他平常叫他拍其实很难，他都很难，对，可是他觉得被打很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，砸在脸上，他就我这会很痛吗？还好蛮舒服，那我等一下再拍你一个跪的，他就跪那个，真的，敢说不可思议的招生预告，广告后登场啊。没了，好不好？哪三枚？虎牙、汉奖跟多多，请出炉。奖品哥来了，奖品哥来了，精彩的，精彩的，胜利的保证。头发了，汉奖。哎，你们三位这一组好微妙。我就是哎，来来来，你站这儿啊。这组你们想先看影片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先看，先看，看一下这影片。太暗了吧，我们打一下灯。喂，
怎样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练才艺啊。才艺。就帮忙强征选那个才艺啊，你不知道？好了，我没空跟你讲，拜拜拜拜。好，算了算了。喂，多多，干嘛？你要出去玩？白痴了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哎，明天征选会，不要闹了。我现在剪音乐啊，就是我要抓明天要表演的东西啊。不要不要，你自己去吧。之后再跟你讲了。好，拜拜。哦，好无聊哦，找不到人，无聊。哎，哥，你在这边。哎，对啊，我们才艺，对啊，那天刚刚才选的才艺啊。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好好玩的。哥，要不要参加？好啊，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棒棒糖的话，请上www.爬墙群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先不要有评论，好好看哦。Terry 要讲什么？导演是谁？是谁的 idea？ 谁？蒋哥，蒋哥，蒋哥。其实我们没有脚本，就是四部好戏，没有脚本就想说，照感觉来了就拍吗？真的，其实没有脚本。先来问一下 VIP 的感觉好不好？看不太怎么懂，蒋哥小品哦，他可能就是说一个在哎，对啊，你在白天的时候打电话给汉蒋，但他却在晚上的时候接到这鬼来电。我在练神力的时候，好酷哦。这要说一下，因为如果太普通的，就是跟大家一样的型影片啊，大家不会注意，而且这要分层面。你要晚上拉小提琴，就代表说就是很认真，自己要精进自己的才艺，而且没有看到脸，又看得到。对，像我们就是特色。然后虎牙在家里练 B-box， 就是他自己在家里。我是国际大导，自己也要努力。对，像我们就是要鼓励一般平常在家游手好闲、没事想要出去玩的朋友，其实我们就是要来参加棒棒晚上的，因为你平常就没有事做。别再掰下去了。晚上在河堤上面拉小提琴，根本就是鬼才会想做的事情。本堂是不想开始养小鬼啊。有勇气啊！哦，觉得这段演出还不错，可以当成 promo 带的就举圈了。来，请举牌。Oh my god！ 哎，自己还是要捧自己的场。哎呦，蒋哥小品。不过他就还算有诚意啊，就是还是有一些剧情在里面。是，至少他有白天跟黑夜都可以。至少三个场景。光场景就赢第一组了，5票赢在场景的部分，你们自己就3票啦，谁举圈的里面？敖犬，敖犬有点，为什么？我想要让他们赢，然后看 Andy 哥敢不敢播。会 ，Andy 哥一定会播的，而且在凌晨4:58首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杀死我了。好的，谢谢三位了，好不好？謝謝，来，请退下。笑这种东西是不是？我有点害怕，不想面对。我不知道这一期这样录会不会白录，根本不会播出，效果都不到，完蛋了。有点可怕，我觉得 B 兔哥压力大。B 兔哥现在脸色拍狂，来，我们来看这一对。哎，两位现在是有点想要就是算了，是不是？就觉得我真的有点害怕了。不会的，我们每一个弟弟拍出来的风格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其实呢，这一次是我自己就是很就是第一次初剪啊。是初体验，初体验剪起来的感觉好不好玩？嗯，看了就知道了。哎呦，好好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有 feel。 嗯。棒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我看棒棒糖》。Oh my god！ 快速主持人范范，点的话看到我满脸都是范范的。范范，范范，给我范范，范范。哦吼吼！好啦，各位小朋友们，想加入我们魔范棒棒糖吗？我快要掉了。想加入魔范棒棒糖吗？那就要赶快注意以下的事情哦，跟着我走。呀！哇哦！哎呦！想拥有像小鹿的好歌喉，成为下一代棒棒糖男孩吗？那就一定要拥有这样的好歌喉啦！爱爱有一点分开，四海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开，还是更畅快。还有什么呢？好恶哦！啊！